阿离，你要走了。娘娘，奈奈抱着小殿下去见乐胥娘娘了。知道了。娘娘是要去哪儿？屋里待着闷，我想出去走一走。要奴婢陪着您吗？不必了，这些路我熟悉了，自己走就行。 真不用陪您去吗？这位娘娘连小殿下都没抱过一次，怕是不喜欢和人相处。看她怪可怜的，不知道染了什么病瞎了。嘘。 娘娘，这是又要去莲池？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，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。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若负了我，你便如何？你若负了我，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。我会弃了你，永不相见。